花图，上古神话 DNA 双螺旋结构，把这两样东西能联系在一起，于教授，您这脑洞开出了不止上下五千年。其实这件事儿呢，并不是我把它联系起来的。在1953年的时候，有两位著名的科学家 James Watson、Francis Crick， 他们推测出来 DNA 呢是一个双螺旋的结构。到了80年代，西方的科学家看到了伏羲女娲图上边的交尾，就想象出来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祖先已经想到了 DNA 双螺旋的存在。所以83年呢，西方的科学家呢就把这件事情登在了一个杂志的里面，伏羲女娲图就成为这个期刊的首页图。这个期刊是哪儿出的？这个期刊是教科文组织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国立书有书有真相啊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，世界社会的形象。对，哇，第二页就是我们这伏羲女娲图啊。您看一看这行字很关键，万物化生。这幅中国古画以双螺旋线为象征，表示阴阳作用，化生万物。克里克和沃森于1953年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正是双螺旋线结构，波士顿艺术博物馆。天哪，这次巧合的发现到底是科学和艺术的相通，还是现实以及历史的一种奇妙的相似？一时间科学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。别说1983年，就是我们现在看也觉得这种巧合太神奇了。还不止一个巧合，伏羲女娲是我们的人文祖先， DNA 呢是蕴藏着我们祖先信息的分子。如果我们能够解读 DNA 的序列的话，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，所有的历史都记载在这个 DNA 的序列上面。对，所以这个巧合呢，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人文祖先和我们的真正的生物的祖先，他们之间一定有故事在里面。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起点， DNA 是生命的起点，而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起点。总结得好啊，你还行吧。